来这边，几个？一个。再来，几个？加一个。几个？数数看。一个，两个。好，几个？一个。好，再来哦，几个？好，再来咯，很难咯，最难的哦。好，总共几个？五个吗？确定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六个？你没有数到四啊？四、五、六、四。你数给我看，你数给我看，为什么会有六个？你一张一张数。五，是不是五个？你们都乱数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妹妹，你会被，你会被管理员叔叔打屁股啦。再一次，来最后一题了，很简单，看好咯，来，几个？你再数一次，为什么会数到六个？快点，你数给我看，为什么会有六个？因为三号。快点。因为我三号才有。来，数给我看几个。三个。几个？一百个。那个蝙蝠点。好，你给我猜猜看哪一只手？你要藏起来啊，你不可以让我看到纸啊。来，我猜猜看哪一只手。你手要握起来啊，两只手要握起来。啊，给我猜啊！两只手要分开啊，握拳头，快点。那我猜猜看，好，哪一只手呢？这一只吧。还有这只。哦，你都把答案公布了、啊，来换我。然后我两只。你要变不见。变不见，好，你变不见给我看。数到三就不见。一。二三不见，快点啊，不见不见，手给我看，手给我看，有没有不见？哇、哦、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。